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师思敏，今天会和大家做15分钟的 leg stretch。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会先做3 set 的身 salutation 去 warm up 我们的身体。同样地，我们会在张脊度开始，选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去坐，然后将我们的专注放在我们呼吸上面，让你的身体可以平静下来， ready for 你今天的 practice。 观察一下你呼吸的速度，身体的运动，在接下来这个呼气的时候，将你的膊头沉低，更加深层地让你的身体放松。我们可以慢慢站起身，在脊的最前面吸啖气，手升起去到 tree pose， 然后我们会做个后弯，将肚皮拉长，脊椎都拉长，呼气 forward fold。 在这里我们会 stretch 我们的 hamstring， 放松我们的上身，让身体沉低向地下，吸气 halfway lift， 呼气手掌按回落地下，我们会大踏步向后去到 plank， 呼气 chaturanga， 吸气 cobra。 在这里记得不要 compress 你的 lower back， 呼气 downward facing dog， 尽量将你的双脚伸到最直，吸气大踏步向前，我们会回去 forward fold， 呼气 halfway lift， 吸气，我们会将个人企翻直，去到 tree pose， back bend， 然后我们会回去我们的 beginning posture， prayer pose， 去准备我们的第二 set。吸气，手举起 ，tree pose， back bend， 呼气 ，forward fold， 吸气 ，halfway lift， 呼气 ，plank。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跳后的 variation， chaturanga， cobra。呼气 downward facing dog， 同样地你可以选择踏前，或者做一个 variation 双脚跳前，增加难度。吸气 forward fold， 呼气 halfway lift， 再吸气 tree pose， back bend， 我们 reset去翻我哋嘅 beginning posture， prayer pose， 放松你嘅身体，准备 for 第三 set 嘅 warm up。 我吸气，将我哋嘅手举起 tree pose 去 back bend， 吸气，呼气 forward fold。吸气 halfway lift， 呼气 jump to plank， 或者你可以踏去 plank， chaturanga， cobra。 呼气 downward facing dog， 同样地你可以选择你的 variation。 吸气 forward fold，呼气 halfway lift， 吸气 tree pose， back bend， 呼气，我们回去个 beginning posture， 呼气，我们将手再放落地下，去翻我们的 forward fold， 右脚大踏步向后，
吹脆我们的右边臂力的 hip 坐落地下， stretch 脆我们的右边脚的方向。可以尝试去捉住你的右脚掌，然后将你的右边手踭再打开一点，望多一点的天花板。在这里我们会 stretch 右脚之余，同时之间都会 stretch 我们左边的腰侧，吸气回中间，又 activate 你的 core， 然后 shift 去另一边，左手捉脚腕，呼气 stretch 去我们的左边，右手可以去捉脚，尽量将你的身体向后捻， twist 多一点的身向你的右边背脊后面，面向天，吸气回中间，再一次 active core， 我们去到 goddess pose， 感觉你下肢的肌肉全部 active， 整个 spine 拉长，尽量坐低你的盘骨，吸气将我们的手升起，呼气抹开我们的手，夹实背脊，吸气翻中间，好，呼气我们 twist 去左边，将我们的前脚踏后，去到 plank， 右脚大踏步向前，再一次将我们的 hip 坐落地下， stretch 去我们的左边，同样地手可以去捉脚，又将我们的右手踭打开，指多点向天花板，背脊向后压，吸气翻中间， active 我们的下肢， shift 去 goddess pose， 吸啖气手举起，呼气 squeeze 我们的背脊，手踭打下来，吸气手举起，呼气坐到去我们的左边， stretch 去右，手捉了脚之后，身体 lean back， 尽量向后挨多啲，加深我哋嘅伸展。我吸气，我哋 twist 去左边，呼气，左脚大踏步向后 plank， 右脚大踏步向前，去到 low lunge， 吸气，手升起，呼气，将我哋盘骨沉低向前，手可以托住我哋嘅盘骨，加多少少 pressure 落去，去伸展多啲我哋左脚嘅大髀面。吸气，手举起，呼气，将我哋嘅手放喺前脚左右两边，然后尽量将我哋嘅前脚伸直，拉长我哋嘅脊椎。屋企有砖嘅话，喺呢度可以用砖或者其他嘅物品去辅助自己，将手摆喺上面，去帮自己达到一个最适当的 stretch。 我们去回 low lunge， 手举起，呼气，再一次手按在我们盘骨上，加深个伸展，可以在这里吸气，手举起，呼气，将我们的手按回落地，来第一次前脚伸直，可以的将你的身体尽量沉低，又去翻 low lunge， 吸气，手举起，放在我们的盘骨上，又呼气，最后一次将我们的手按在前脚左右两边，将前脚伸直。每一次的 repetition， 你的身体会比前一次更加 flexible， 在你感觉接受到的范围之内加深个伸展。我们去到 plank 和 downward facing dog， 左脚大踏步向前， low lunge， 吸气，手举起，呼气，按住我们的盘骨，将盘骨向前推，加深个伸展，跟刚才一样，我们都是会做三 set，吸气，手举起，呼气，按在前脚，将我们的前脚蹬直。当你感觉到身体有伸展，就可以停低，吸气，拉长我们的脊椎，呼气，尽量沉低去脚底，又去翻 low lunge， 吸气，手举起，呼气，加 pressure 落去我们盘骨的位置， feel 你的 stretch，
吸气手举起，呼气手掌按落地下 ，extend 我哋嘅前脚同埋背脊，呼气尽量沉低去你嘅脚度。最后一次，吸气手举起，呼气，在你接受到的范围之内，加多啲力去你的盆骨度，加深我哋的伸展。吸气手举起，呼气按在前脚左右两边，将我哋的前脚蹬直。谂你的肚皮贴落去大髀，谂你的脊椎拉长。吸气，去翻我哋嘅 low lunge， 然后我哋会去 cow face， 我哋会做个 eagle arms， 伸出我哋嘅右手，屈曲左手，又将我哋嘅手踭翘埋，再将前臂翘埋，呼气，手踭尽量抬高。喺呢度除咗会 feel 到下身嘅伸展之外，上身亦都会有伸展嘅感觉，特别系你膊头。颈的位置，我呼气，我们 fold forward， 尽量将你的手踭摆到膝头的前方。当我们 practice yoga 的时候，尽量将个专注都是放在自己身上面，不要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保持住呼吸，我吸气，我们回中间，松开我哋只手，亦都 release 我哋只脚去到 lunges。喺呢度，我哋直接 twist 去另一边，右脚喺前嘅 lunges， 然后我哋去右边嘅 cow face。今次系我哋嘅左手喺底，右手喺上面，翘埋手踭再翘前臂，呼气，将我哋嘅手踭尽量推高。喺呢度放松我哋嘅身体，享受我哋嘅 stretch。呼气，将你的身体沉低向前，这个位置会加深我们下身的伸展，特别是你 hip 的位置。平时坐得多或者跑步的人，下肢会特别紧的，那这个动作对你们都是非常之好。我吸气，我们回去中间，松开我们的手，去回 lunges， 后脚踏前 forward fold，尽量将我哋嘅膝头蹬直，呼气，将右脚举高指上天。沉低我哋嘅右脚，再一次将右脚举高指上天。每一次我哋会将个伸展加深，呼气沉低。最后一次吸气，将我哋嘅右脚举高指向天。可以嘅，喺呢度将我哋嘅右手蹬直，指向两点钟方向，左手就揽住自己的左脚。左边的大髀底的伸展会特别强的，将我们的右脚摆低另一边。今次我们的左脚尽量拉高指上天，呼气，左脚轻轻垫地。再一次吸气，将你的左脚举高指上天，呼气，左脚垫地。最后一次，左脚举高指上天，同样地加深难度，将我们的左手今次是指向11点钟方向，右手揽住我们的大髀，上面那只脚想着再举高一点，我呼气，将我们的脚踩回到脊度，去翻 forward fold， 双手揽住我哋嘅小腿，想深层一啲嘅可以揽住你嘅手踭，吸啖气，呼气，尽量将你嘅脚蹬到最直，同时之间将你嘅脊椎拉到最长，喺呢度舒服地伸展，感觉你嘅身体唔需要用太多嘅力。将我们的身体放松，手按回落地下，我们去翻 low lunge， 手举起，呼气，推住我们的臀部，加深个伸展，手掌按落地，吸
吸起咗我哋嘅前脚蹬直，呼气。你可以喺呢度去一字马，或者系好似我哋头先咁嘅样，将你嘅身体沉低向前 ，stretch 你嘅前脚。好，呼气，去翻我哋嘅 low lunge， 前脚踏后 ，thank downward facing dog。跟住我哋嘅右脚大踏步向前 low lunge， 吸气手举起，呼气，加 pressure 落去我哋嘅盘骨度，好吸气，手掌揿翻喺我哋前脚左右两边，同样地你可以选择停留喺将我哋前脚蹬直呢一个位置 half split， 或者我哋可以都系做一个 full split， 吸气将我哋嘅手举起。加深伸展，加多啲 active 嘅 stretch 落去我哋今日嘅伸展入面。好，呼气，翻中间，我哋去翻 easy pose 或者任何你觉得舒服嘅 position。我哋今日嘅伸展就去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个影片再见。